怎么删除那些照片关于你，怎么不看那些对话的简讯，放不下回不去，不如就做个决定，说不定会有意外的风景。气质会打扰脆弱的东西，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，没有人会愿意丢弃最初的自己，去遗忘心里隐藏的秘密。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，怎么放下两个人的记忆，飞过了一万公里，数着自己和你的距离。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，找寻曾经聊过的风景，最后才发现还是我太在意。气质会打扰脆弱的东西，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，没有人会愿意丢弃最初的自己，去遗忘心里隐藏的秘密。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，怎么放下两个人的记忆，飞过了一万公里，数着自己和你的距离。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，找寻曾经聊过的风景，最后才发现还是我太在意。记得初次见面的法国餐厅，那开始了彼此的故事，想问是什么样的作者能写出如此梦幻剧情。当那天我划开了手机，却收到你道别的视频，想的故事就要 ending， 真的不敢相信。可是你说再也回不去，想到起床再没有番茄和鸡蛋，当初一起约定的巴黎。 I didn't make it though but you still。不知不觉忘了走到哪里，慢慢把从前的故事抛弃，又变得没有目的，只有一颗放纵的心灵。找个地方慢慢把你忘记，就算寻找旅途的意义。所以我决定一个人去巴黎，至于错过的谁都不用可惜。